佬 ，guys， what are you doing？ 哥啊，咁啊，想问下你，你嘅初恋系几时啊？我嘅初恋系我保持咗嗰个青春好耐，我好似30几岁先有初恋，但系我30几岁嘅初恋，好似10几岁嘅感觉。哦，咁初夜记唔记得咗？我初夜就冇捻柒柒就冇错，唉，真系吹着，但系我好开心啊，到而家都记得。你觉得你现实生活之中系咪一个贱男，定系一个好男人呢？有啲只系掩饰自己内心嘅真嘅嘢，所以我哋要睇下佢嘅内心系乜嘢。如果个内心都系贱咧，个冚家铲真系贱男啊！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咁。我嘅理解，我冇读过书，但系我觉得系咁样。你问我系咪贱人？我话屌你啦，我梗系唔系啦。好，讲捻完，拜拜。